我愛鹿兒島美食及文化節在這裡舉行的，觀看的開心，表演大家嘉賓都很開心。那好了，鹿兒島簡單介紹一下，其實它是九州的一個地方，當然是日本的九州，它有很漂亮的山、水、野食，還有很出名的就是什麼，就是燒酒。今天我們預備了很多精彩的節目給大家，其中一樣就是我們的來自鹿兒島的一個偶像組合，他們就活躍於這個鹿兒島的電視啊、收音機啊，就各種各樣的表演節目啦，都會見到他們的樣子。咁佢哋嘅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咧，佢哋咧就全部都好 Q、好可愛嘅。Seven Colors， 多謝。自我介紹翻佢哋每一位嘅 member。嗨，我是 Manyan， 我是 Seven Girls 的 leader。嗨呀，嗨，我是 Mizuki， 我是 Join 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Mizuki。嗨，我是。我中意食巧克力，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ユージ。はい、我是マリタン。我中意県外，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マリタン。はい、我是梅天。我中意チャレンジ，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梅天。はい、私たち昨日もここでステージ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が、今日も、日本のこと、そして鹿児島のこと、そして私たちセブンクラブのこともたくさん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他們第一次來到香港的，他們就想大家可以認識一下日本鹿兒島的文化啦，還有最開心就是可以跟大家見面，那就可以讓大家認識一下 Seven Colors 的。
もう